好，今天我们要最介绍呢是两台扩大机声音的比较。第一台是我们下面这个英国铁板烧扩大机，它是纯 A 类的。第二台呢是我们的美声三号扩大机，它的前面的面板，它的后面面板是这样子。它这是输入输出端都是全镀金的端子。好，这样把它放好。然后呢，我们首先打开这个铁板烧扩大机的开关。有没有看见这边的小灯已经亮起？好，那我们接到我们的 CD player 呢，是英国的 Rotel CD player， 我们的喇叭呢是德国 ND Quad 喇叭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 CD 呢，是赵鹏的人声低音炮 CD， 好，就是这一片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直接播放。现在是由我们铁板烧扩大机的发出来的声音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海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幻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。好，这就是我们铁板烧锅一种发出来的声音。好，我们把它开始到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铁板烧锅的电瓶关闭。我们看到这个小灯呢，慢慢的就变暗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CD player 的音讯呢要切换到我们的美声三号来，所以我们做个切换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个正负极呢接好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喇叭呢要做个切换。那我们要做个切换。好，快切换。那另外一边呢，已经用香蕉头把喇叭切换好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动它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把美声三号的电源打开，我们看到这边的小灯也已经亮起。那我们一样播放刚刚那首歌。好，现在是由我们的美声三号所发出来的声音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海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浪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幻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美声三号所发出来的声音。好，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由我们的这个铁板烧扩大机跟美声三号
所发出来的不同的这个音质的表现。哎，详细的使用方法还有购买方式呢，还请大家上网去参观。谢谢各位。